那么马上进行我们第二轮的 crew battle。Let's go,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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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 go. 会不会有前面稍微打击他们，会把他们的野性拿出来？看，就是看状态了。状态。第二轮 funky part， 因为我们有三个 locker， 还有 b boy 的存在，所以说我们感觉是拿捏的。あのもう楽勝に私たちが勝てます。こんな感じだったけど。クイーンだし、プリンセスだし。第一轮输了以后，第二个就绝对要赢。就我们在《Funky》这首歌的很多地方，埋藏了很多惊喜。Round two, round two. Everybody ready? Let's get it. Music.Putting people on the shoulder. 怎么啊？这怎么还在动啊？就当时我起来以后，发现哎，他们也是骑着的，但是咱就是说手上还有个旗子比你高，这大旗可以啊。拍了，都挺难给的哈，都挺难。给的，我想给，但是我有点难哎。这边是就是这边是 the battle， 那边就是 show，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OK， 我们马上进行本轮的判罚，四位队长以及五位大神的裁判，三、二、
一。S 四票 ，A 是两票，恭喜 S 组获胜。S 组本轮守住了他们的橙色毛巾，恭喜。A 组的那边更起舞化一点，然后因为有 B boy 在，可能有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会比 S 组那边好。但是像 S 组的 routine 方面，然后配合的方面会让我觉得更新颖，然后更有难度。 routine battle 的第二轮因为用的是 funky 的音乐， S 这边呢 Qka 做了很多的一些托举的动作，我会给我超出原本的第一轮的惊喜，所以选择了 S。 来，球球队长，我觉得 S 这边是在不断的突破，这个是我很欣赏的一个东西。但作为一个团体来说， A 的丰富性给我的感受跟这个音乐和你们的作品是更契合和符合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 S 上来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 Qka 特别帅、cool. 就是他没有被大家吃掉，因为大家都很高大嘛，然后反正他很突出，然后我觉得是这 S 这边给我的他们的技巧和招会让我有惊喜。对，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稍微 funk 的一的，对，所以说我会觉得这边会更加吃香一点，因为有很厉害的三个 locker， 但是整体对比的话，还是觉得这边的很多设计确实很新，就会觉得很好。就比如说抱着那个 Q 卡做了一个那个 wave 的。私が明らかに一番身長が低かったので、なんかそういう私たちのチームに B ボーイがいない分、じゃあ誰がやるってなった時にみんな一斉にこう私の方を見た感じで、え、み？みたいな。初めてリフトされました。初めてリフトされて、基本あんまり高いところにいるのは得意じゃないので、最初はすごいもうやりたくないやりたくない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チームのためにやらなしゃあないな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りました。我们还是看看大师团的想法哈。来，鸡哥，就首先我觉得有上一轮做参照嘛，上一轮的话这边很多细节，然后很炸，然后也 fresh 的，但这一轮的话这边还是有很多细节的，然后其实也有 fresh， 是对对对， fresh 就是新鲜的意思，对对对，都裁判嘛，你越看越深，我以为你知道，对。然后但是这一边呢，这一轮其实没有很多 fresh 的东西给我了，对，越看越冷静了已经，对，所以说我这一轮会选择这边，他们还是很多细节，还是很新的很多东西，对。好的，那么两队呢通过两轮的比拼， S 级舞者第二轮呢他们守住，所以 A 级舞者你们没有办法从这里拿走橙色毛巾，但这只是第一轮，后面马上进入我们的双人作品战，请你们再接再厉，该守的守，该攻的攻。